哈哈哈，哈哈哈，哈哈哈哈哈。大家不要这样嘛，都是一个社团的嘛，哈哈哈哈，哈哈哈哈。注意了，出大事了，我叫一年一度的天下第一武道会即将开幕，获胜者将会获得校园第一社团的称号。你们还在读书吗？你快乐什么的，如苦累心的。我们铁人社扬眉吐气的时代就要到了，同僚们，你们还在等什么？时代在召唤，胜利在召唤，我们铁人社一定会越来越棒的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怎么都走了？陪你去看流星雨，你看他有啥用啊？跳得这么好啊！我就说嘛，铁人社扬眉吐气的时代就要来了。你看他这么傻，拜托，别随便放大招了，好不好？要不你教我们吧？没问题啊，没问题。能你呀，越过花墙啊，看见。我们铁人社扬眉吐气的时代来了！去看，去看！什么呀？想战胜我们管舞社。2015年9月5日阴天，他用他的长眉、妙目、手指、腰肢，用他系的发丝、腰间的皮带，用他细碎的舞步、反响的铃声，青云般漫移，旋风般急转，舞蹈出诗句里的离合悲欢。金恩盛如果是个女孩子，我会爱上她的。